正所謂一白遮三丑，而想白白淨的第一步就是防曬啦。擔遮、搽防曬、著長袖衫，究竟哪個方法最最防曬呢？我們上一集就跟大家看了很多不同的防曬產品的效果，這一集就讓我們來看看不同的防曬用具究竟哪一種的防曬效果是最好的呢？黑衫、白衫的防曬效果有沒有不同？其實個結果是一樣的。原來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誤解，以為穿黑衣會防曬防得好一點，其實不是的，黑白衣是一樣的。究竟防 UV 的遮是不是那麼值得買呢？我們的實驗結果發現了，是防 UV 的遮看到 100% 完全是防曬的，而普通我們落雨擔的遮就可以防到都很厲害了，八九成的有。我們如果真的想做到好滴水不漏的防曬，我覺得防 UV 的遮都買得過的。Dream on, feel your light and wave my love.